好激动，在台下紧张了好久。我特别感谢我们的就是专家教练团队，然后还有就是各个基地啊、省市对我们的特别都是特别重视嘛。然后这一次也来了很多亲友团，就是看的这一幕，我真的想哭，很激动。我没想到我能取到今天这样的成绩，是。比赛的过程顺利吗？其实不太顺利，不太顺利，所以就。是真的没有想到能取到今天的成绩。